哎，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狼。昨天晚上买根枪，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想整点。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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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王哥，你咋没说我打错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啊，咋的呀？我买枪。你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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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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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着的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王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买就行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等我挨着黄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王哥，我还只有1瓦，我只有1瓦。不爱你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与你纠缠不休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对你的故事，也只有你这一件老师。